个冉冉老师啊，关键马老师太浪漫的男人了。他还浪漫呢？我还浪漫、啊、你想想80岁的人谁能说哦我爱你？这有什么不能说的？那就少啊。哦我爱你李冉冉，这是正常的呀。我不爱他，爱别人就不对了。冉冉老师，马老师在家里头经常说这个话吗？不说啊。不说。不说。这辈子他说过多少次你还大概能记得吗？没有。没说过几次。没说过，今天第一次啊。没说过几次。你发现谁生活里头老说这个呀？咱们但是每次都是在就是有很多人的情况下说的哦。单独没说过。到底您是从心里这么想的吗？是，对，单独没说过。今生跟您演过他们的毕业大戏是吧？啊，这个、演我老头儿啊，演我丈夫呢。啊，今生呢是专程赶过来，他一会儿马上呢还要赶到下一个场，咱们一起在这合个影吧。好，难得，好，好不好啊？ 好，来来来，欢送一下啊！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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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啊，谢谢再见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冉冉老师应该的。好，这个冉冉老师终于见到您了，我真的听。谢了。至少10几个人在我们的节目中说到您、嗯啊、是哎呦冉冉老师怎么怎么对我们怎么怎么对我们，我觉得您挺幸运的，你所有教的这些学生大部分啊、嗯、就我遇到的都把你们当恩人没有忘记。对 对, 对，我觉得这个当老师就是最大的成就感吧。对 对, 对, 对，你说的是、哦、嗯，咱们把这个时间拉回50多年前啊、嗯、您二位认识是50多年前吧？对对，在上电影学院上学的时候，60年我们俩是一个班的。60年了吗？60年了。是他先看上您的啊？他看不上我。嗯、为什么呢、哦、他看不上您的啊？您那个时候又高又帅，为什么看不上您呢？他嫌我闹得慌。没有，我当时觉得我比他大，我也不愿意。嗯，那个时候找对象会不会得避着大家呀？不会。不，那时候谈恋爱是可以的，嗯，老师也，老师也不管，鼓励，同意，老师也不鼓励，但是让谈，谁鼓励过？对对对，不鼓励，但是也没有说绝对不许谈恋爱，没有，就谈了也就谈了，谈了，对。那这马老师怎么跟您说的呀？我们俩，我们当时啊，不像王芳谈这么多恋爱啊，是吧？我没有啊，但也谈。您有给我补刀了哈？后来呢？后来是您先跟冉冉老师说的吗？我跟他说的，他表示不同意。后来我就继续追求，最后感动了。您都怎么追求的呀？最后感动了他。你怎么都经常找他呀？没事找他。所以我觉得马老师特别爷们儿，您觉着吗？哎，对，男子气，所以有的时候脾气也不是太好。嗯，你看那个样子。我们俩的片段，鼻子多漂亮！上学时候拍的片段，三里湾，三里湾，赵树理的三里湾的片段。这是太好了，这是五七年，五七年，五六年到五七年啊！您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这张照片已经有了。对对对呀！有没有冉冉老师年轻时候的片段？放一个。变化挺大的。烈火中勇。哎呦，这电影我可看过。将军。越狱的时候，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。对，将军要绣上5颗红星，让5星红旗飘扬在歌乐山顶。好，我们先把它画上，画中间。看了还挺有感觉。